留在这边。我们昨天玩，不，我们前天玩到哪？打龙吟。玩龙吟啊。然后嘞？没然后。没然后了。那我记得有说要干嘛吧？周四回才没看，看一下。算了，关台再看，打掉版权。狗狗？狗狗？狗狗来了吗？狗狗要来了。嗯，真的啦！我是不会骗人的，硬哦。那我先卡在要密码的那个部分，你们打完再告诉我。以前白痴在这边放的那个箱子，有时候这边可以放那个狗狗的掉落物。那狗嘞？没有狗吗？不是啊，刚有呼吸声很大声呢。我刚刚是没听到了。啊，你这样搞的话，我在骗人呢。那我要不要进去？可以进来，你可以进来。进来啦。安，大家下午好哦。哦，银安安。今天我要干嘛忘了？对啊，忘了啊。我真的听到很诡异的声音耶，要么是东王要来的那种，啊，要么是狗狗的声音。我是怎么了？哦，对吼，那时候好像讲说是不是该遇到东王了，最后的话题好像是这个。对啊，因为东王差不多快来了啊。那小鱼进不来吗？他在卡，他在转圈圈中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刚追完。天呀！海象，海象，海象！海象喽！
有声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对，那天好像也是说他好像被砍死了。我今天剪过牛毛了。进来已经是第二天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 loading 的时间。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已经是我快晚上了，就已经是要晚上了。对，好冷。对，保暖时嘞？那个啊，那个龙吟龙炉旁边啊。你那个时候叫我们说，你看可以丢这边哦，那带他丢的时候就开始下线了。对。反正就是先冲过来，先取个暖呢、啊，然后再去点火啊。反正龙吟就真的是很好打，就只要把那个带个排销跟围墙围起来就好了。所以我们所说，我们可以第四天、第五天就其实就可以打。好了。下午好，我想睡觉、哦。你说现实中想睡觉？对。那你干嘛还要揪？对啊。你可以去睡啊，我们自己玩。舍不得。我不忍心让你们自己玩。我不愿让你一个人。你去睡啊，然后我去点麦当劳。这个主意如何？不好。你为什么要点麦当劳？下午茶。是猪哦。然后晚上要吃烤鸭，装啦。是今天晚上吃吗？啊，当然不是那一个烤鸭。嗯。今天只是吃那种三四百块的烤鸭而已。因为帮忙找餐厅找到肚子好饿，那我就跟我妈说，你们回来的时候顺便买那个路边摊的烤鸭回来。我会帮你吃的，你放心。那有可能我能去呢？你说今年吗？今年六月吗？哎，对。明年你可以来的话，那就是那个啊。那明年再说。明年他可以来的话，就是明年我就订那个精英酒店的，没看干净，看到哪？哇，嗯。上面的看完了，接下来看，好，右边下面。
要设个机器，说提醒繁星播广告咯，每一个小时提醒一次，一个小时吗？这样他穷死。对啊，不会啦，老子要养我了，对不对？屁的，你什么嘞？他才不会养。你又知道？不。孙悟空，真的要跑了吗？真的有声音啊！我听到啊。对啊。那通王真的要来了，跑了啦！好大声哦！过来一点啊，不要太声！我们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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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去。他把我们家拆了，气死！你想让他们两个打架吗？还是银树要出来继续砍树？对啊，银树要吧。左边，左边，兵很大。保暖石没拿了，白痴哦，我去拿。你去拿，你确定？他只会生在我家附近啊。看到了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你先去营一营，我去取个暖。他在跟秋王打架了，真假的？嗯，那秋王应该会死哦。我睡着了。对啊，因为把他吵醒，他会打哈欠，打哈欠就会睡着。妹妹，先回来，怕你死掉。我能怎么办？在旁边看戏啊！你这边又快掉了，我又睡觉了，所以我才，所以那才会说，除了夏天跟秋天，秋王是很强的。我被睡了，哭啊！我睡觉了，一直倒地啊，起不来啊！那走回家了，不行了。我起来，我起来，我起来，我起来。我也起来。啊！我不能跳床，不行，这状态不能。我睡了。啊！哎，你不用起来了，你跳不了床，跳不过来。哎，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打完了。球王赢了，突然间赢了。可以去捡，可以去捡。球王跟东王在打架，打完了，打完了，结束了。捡一捡，捡一捡。对啦！阿秋好猛啊！阿秋，你继续睡吧，我刚刚也睡了好几回合了。我这个肉分你，肉给你。地穴的鱼会有比较不一样吗？还是都一样？地穴的鱼，地穴鱼会有那个吧？鳗鱼吧？还是沼泽鱼才鳗鱼？我忘了。再见啦，上课加油哦！上课加油，小雨。干嘛？然后呢？你叫我，然后问我干嘛？
哥，你是在耍我吧？我在种树啊。球王太强了。为什么是这样种的？我的天啊！我不如自己种，我的天！哦，理智太低了。嗯。干。怎么了？一出生就被蝙蝠打了。然后我这边要怎么办？我这边要怎么办？你在哪里？地表？没有地穴。我能怎么办？我想一下哦。你附近有那个就对了，有蝙蝠。嗯。好，你在地穴等我，我东西清一清下去找你。我先去回个保暖室。你不要笑。没有，我在笑，说我怎么走这么远？很远，要绕一下，该走。我们去救你的阿纳达。那可以先去妞妞。来日灯，哇！感谢你愿意跟繁星打朋友。感谢鱼，感谢李总没有踩断他，我要吸啦！感谢超级留言，他是鱼哦。哦，是哎，他的头贴。哇，感谢鱼愿意跟我做朋友，感谢感谢。哈哈。我们等一下去拯救老巨。可以呀、啊。他被困在地底。我靠腰哦。干嘛？你猜啊。你猜什么？我说你猜啊。谢斯特嘞，怎么不见了？啊，在这里。啊，针线包在哪里？你有看到吗？没有。嗯，我有错的啊。要不要拿起保暖丝？我们先我先吃东西，被要挟。东西在我身上。啊，快点！我的胃在打我了。你快！好，感谢你，我的胃复活了。我刚上面不是有放一些肉球？他把冰箱打包走了。不是很合理的吗？
对，你的安娜达在哭了。嗯，没有啊，我现在。但他现在哭得很难过。飘得很开心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地洞，哎、欸，你要等我很久哦。对呢，好了，广告吧。就像我今天剪，我今天发现剪完巨魔的，发现我狼人杀还没剪完。今天的巨魔的内容就是都在排队。你在先剪毛片出来的部分吗？还是你是精华是在排队？精华通通都是在排队的画面。咦，下来了，看一下。啊，你太远了吧？而且下面读的图像看不到。啊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制图桌，制图桌你就可以那个，你可以共享你那个在地里找到的范围给我们。哦。因为那时候也是舌头很喜欢在下面逛，然后逛一逛就是。繁星要先走右边。右边靠，灰白色的路吗？对，就是对黄色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走，你就跟我们讲说走往上、往下、往上就好了。等一下等小雨还没来，我现在玩有一种在看电流极极棒的概念。再等我一下。嗯。哦。哦。你的 Siri， 我的 Siri， Hey Siri， Hey Siri， 我的 Siri 完全没有回应我。Hey Siri， 你看，因为我这边叫 Hey Siri， 他不会理我。Hey 雪莉，你没有理我。珍妮弗罗培兹，走吧，走吧，罗培兹，走这。哎，好，继续开始你的表演。Hey， 往左边，往右边走。可以继续直走，继续直走，继续往右直走。然后再往右，然后你会看到岔路，请往下。然后请往四点钟的方向。对，斜45度角直直走。哎，小鱼看哦。我会发光了，不能吃啊！你这鸡巴什么？你在凶什么？要往下，往下是往下的，往下的那边是断崖。没有啦，他一定有绕一个路的、啊。哦，你真的不懂他哎、欸。然后嘞，你懂吗？我不懂啊。往下，往下。嗯，别跟打你关掉，你关掉，你灯关掉，等一点啊！算了，你荧光果，算了，你不用等，你不用等。然后右边，反正沿着这个断层走就好了嘛。还会有个小岔路。哦，你怎么弄么、啊？往右边一点走，往右边。等下回来叫捡荧光果。手上有肉的话，就不要靠左边。没事，没有兔子。没事，没事。嗨，兔子。你会再绕一下下。请好好照顾自己好吗？你看你这样子，那个，你像这种国家资源，对啊。OK， 左边就可以看到我了。好冷，好冷！哦、你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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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欸、大理石我要捡走。荧光果妹妹，你可以吃吗？嗯，不是要带我去领尸体，你只要去踩那个手而已。走。我走了，我好冷。
我踩荧光果让它烂掉了。会饿吗？公猪会吃？会，我的食物都被吃掉了。感谢。那个字要怎么念？一个金字旁加一个丢，丢就念丢，就念丢吗？怎样？它是什么东西？你遇到一个遗迹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在路上捡到一个橘色的矿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那就是遗迹的矿。橘色的，然后一个回字嘛，还是叫一个绕圈圈的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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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那个是我们之后要来这边探遗迹的。但还是我要先探，一起探好了。可以啊，在哪里？右上吧，看一下，因为之后我们要很多魔法的东西都要靠遗迹来做。我刚刚是被追到，我已经不晓得往哪边跑。我刚是有想说要来这边钓鱼啊，这边是那个啦，这边就是蚕吃的地，对对对，青蛙王。啊，怎么中间不见了？变地洞哎、欸。是啊。青蛙王不见了、欸，他这边是变地洞。可是我地上有个东西在追我。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等一下，你先绕他近一点。哦，好，这个。没事啦，他就是地下的狗狗。它也会有地下那个狗狗事件，就是会有一群这个跑快咬你，会比较麻烦。然后再往哪走？带路。在这边其实我是正在探这一块。没关系，一起探，一起探，一起探。边吧，那你饿了吗？我会冷呢、欸，你们会冷吗？我有保暖的衣服。你要不要先生萤火？哎、欸，这边没有。那我们下去生萤火。过不去，如果直接从他的那个根部那边上切过去，他会不会直接消失？会啊。跑跑跑跑跑跑！稳了吗？好了。刚刚又被打包。可以。不要浪费，是不是？我相信没人带木那个啊，斧头下来啊。我有啊。这个。好。像这个发光果也有可能就是拔到刚刚那只鹿头。我会怕，我会怕，你不要走太快。你很怕黑哦、喔，还是你很怕这里？哇！没事啦，掉石头而已，掉什么？我就石头怎么重生的？好啦。拜托，要宝石下来吧。没有。我捡黄金。红宝石，钱，黄金，公司比较凶一点。啊，你啊，我很怕了。
好妖啊，叫什么啦？就打、啊。干你引的你不打，你是跑掉。没有没有，我看路而已，没有路，没有路，没有路。爆啦！等一下。我哥刚打那么多下，我是拿象牙杖在打，可恶！那你看一下哦，拿来吃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要敲掉是不是？这边可以，这边有东西可以敲啊。你这是敲什么的、啊？那、啊、下来了啦！不是我踩的、啊，不是，我不知道你在敲什么、啊。你是旁边没办法走，我、哦、没有啊，那边已经没路了、啊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哎、欸，他逼我哎、欸！他胆子大了。来，往上面。那你放出来它是100%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刚放出来一火，那我放放看哦、喔。不是。哦，好吧。没有那么糟，快离开。红色光。红色的光？为什么又理智怪过、啊？这就是那个噩梦循环还是噩梦什么东西的？啊！打这个这不是我理，这不是我的理智问题，这不是理，这是一定会出。让我讲完没？这是一定会出理智怪。啊！打他不会加理智。看来上面没路，又探到死路啊！哎，还有。哦、你在等我、哦？你不用等我、啊，不用那么体贴，不用那么贴心。你可以自己走，你长大，你是个成熟的小鱼。好好好，那个噩梦循环快没了，结束了。然后这边有个大触手。大触手，你打他之后，会有很多小触手出来拔你，好可怕！什么？洞穴？你在叫什么啦？我怕啦！有没有想过怪才要怕你这件事情？对不起。啊，都没了。这边没有了。这边，嗯，这边都没了。
过不去，要走这边。修修修！等下次我再玩这只角色的话，我就玩这只。你们不会冷哦？我已经在下面扎萤火了。嗯。嗯，这个是一样。我怎么闻到好像卡拉鸡腿堡的味道？哈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有这个味道？理智，理智加理智的有什么？肉干，不吃肉干的啦，那就去吃烤过的绿色蘑菇。走吧。这边上过了吗？这块还没有。好。哦，好多金矿。这声音怎么听起来比较可？好酷啊！哇，他速度好快啊！我记得他远程的吧？有远程的。那个长得头特别高的那个，啊！快撤了，撤了，死路，这边都死路了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看完了，找不到路出去。不是啦，居里引了两只蜘蛛跟在我旁边，然后你抛下我，患难见真情喽。我欢迎来到分手擂台，还要不要打、啊？打一打好了、啊。说起来是怎么打不到他很明显，啊，好硬啊！可以啦，硬一点而已。刚刚是傻眼呢、欸。分手擂台，怎么做得出来？分手擂台，我多一个给你啊。这个什么？我衣服被打爆，你要我拿个擦自己？身上应该有这个，给你。接下来哪边还没看？要往下走啊！怎么又是在这边遇到？我好冷，我好冷哦！你怎么那么快就冷了？你等一下放出来啊，不然等一下会被敲爆。有东西爆掉了。放萤火，这里。蓝宝石，帮你加火，好宝石。消时间一下，红了。消时后面会死掉。差一什么？哎、欸，怎么又有？我靠！我在煮饭呢、欸。还来，还来。
今天是晚上吗？大雨。OK 了哈。OK。好了。是我的石头吧？你的、啊。好嘞。右下那边。那边还没。小远，爸爸。拜拜。这是什么？哦。兔兔。兔兔。我是烧肉，我是烧肉。那就离开他。哦，我把肉丢下来给你，不要了。衣服爆掉了。嗯，这边这一块还没碳。我的脸是不是真的很黑啊？嗯，不是啊，他东西就是在上次改版后加了一大堆东西啊。哦，理智好低哦。要等你吗？等我干嘛？哦，这什么？像呕吐的东西。呕吐的，你说地上这个东西吗？这个是吃的。哦，这只攻击范围好大哦。没有，它会掉荧光果。哎、欸，有皮耶、欸。你吃低的，这个给你吃，等一下这个给你吃，这个给你吃。哎，吃哦，我帮他补血。太多了吧！我的天！为什么会？为什么会这么多？我要吃个家里制的吗？吃了吗？我不能吃。那你看，结果你血是满的。我血是满的、啊，我理智第二乙啊。所以我刚刚最后是站着 A 的啊。他也没咬你啊。有啊。蓝色蘑菇。蓝蘑菇。这个，听不到，好像快到了、哦，前面是猴子的，猴子，嗯，哎，猴子，所以这边是这个是可以挖，还是挖了会出事？我不知道、欸，哎，我还没玩过这里的，你要挖看吗？好啊，好啊，萤火摆出来吧，可以拿他的 banana 吗？可以吧？萤火吗？我看到，好冷，好冷，不能挖。刚刚都叫你放萤火出来啊，熄了。忘了。怎么了你们？挖了。可能会灭团哦，但是噩梦循环。
甩得掉吗？来我这，来我这，来我这！战斗，战斗，战斗！哇，啊，好痛！哎，你赶快，你赶快，你赶快复活，你赶快复活，你东西会被烧掉！为什么没办法复活？哦，有了。呜啊！等下我盖个，不是吧？这个我盖个石头篝火。妹妹激怒，等下我激怒妹妹了。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。有印象？我刚刚说那噩梦循环，现在就这个状况。你衣服爆了、哦？知道。我要先没贡献一下喽。嗯。干！我还有。妹妹到底有没有打、啊？气人呢、欸！妹妹，为什么我一复活啊？就是你妹妹为什么不会打他？这个时候有包裹是怎样？烦死！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回来！那妹妹都不打，哭啊！你们在旁边可以盖个萤火吗？远一点的，不然那边东西太多。然后死分开一点。我也要有东西可以让我盖萤火。好，我就是在这里。见了啊！那、好惨哦！是碰到我刚讲那个啊，那个时间呢、啊？我包包不见了。然后我身上好像还有其他包包，等我一下哦。我捡了我的包包了。哦、，OK。这一次好惨的感觉。然后这谁的步行手杖？羊头的，小鱼的。然后空箱，松骨，
空箱捡起来。我不要这个了，谁有位置放红宝石跟蓝宝石？集中一下东西吧。然后这个我也放不下了，黄金。然后，哦天哪！啊，出去了，出去了，不要贪了，不要贪了，不要贪了。等换角色再来，换妹妹真的不太好看。我们把骨头敲回去哦。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。敲死。那、啊、看你们有没有什么吃的可以放冰箱先啊。那会坏掉，下雨天。应该没锤子吧？那我就滞留在这做一个吗？因为还要浪费空间呢、啊，都算了。走吧。欸，不对，我有空间哦、喔，我有空间哦、喔，等一下、喔。我没有那个甘草可以做出来。我有空间啊，我身上很多。点。回去。谁的武器不见了？有吗？我的。我给你。钢虾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你丢了一个，还行。你自降太快了吧？因为死啊，要烤一下火啊。要，我现在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乖。我手好麻。对不起，我看不到。你需要更多的科学，要拿奖励了。小鱼身上有的，在猜到底谁知道有什么，先塞进去有。好啦。哎、欸，对，那天打龙，你那个龙蛋在谁那里？在狼的身上吧，那就好笑了。还是它就是一颗龙蛋啊，咖啡色的，很像海叶蛋。那我的理智，我塞了，赶快走。跟上来了。
看了很久，还是剪一下好了。我又冷啦！快到啦！再走三十秒。不行，我的血。好。旁边而已嘛，那样。哎、欸，啊，很棒。你东西不用捡哦。我要快走了，这里太低能了。快到那个东西发现，走下面啊，走下面啊！现在往上走了。你可以拿网子抓它，但它没什么用。哎、欸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在下面，不小心往这个门走了。嗯，小鱼来。这次探险超失败的啦，嗯、啊，都很陌生啊。我们当时玩也没有玩到这边来，我们都只是在地表晃，需要荧光果才下地，就没干嘛了。对，所以我才，因为我真的很怕黑。哇，这次的救援折损了多少？这种感觉，你就看小鱼捡了多少骨块啊。包含那个罹难者的，你不等小鱼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刚被追啊！哦，所以可以反击呀、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我还没好。哦，有人要咬人了，往上走啊，去哪？来走喽！要回到温暖的家了。还可以看他可爱睡觉的模样。那这时候摸他一下，一起睡在这边，起不来了。要咬人哦！要咬人哦！要咬人哦！Sweet home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电脑坏了。我看你一路向北，真的是一路向北。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回来了。我现在是好了吗？一路向北，太香了。你赶快去睡觉啦。不能睡啊。你太饿了是不是？白天也可以睡啊，谁说不行？太亮了，睡不着。狗喷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对不起嘛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
人谁爆人是这我丢地上、啊、我丢地上我丢地上我丢了我努力了我尝试过了啊啊哦、我跟你说，很容易踩到荧光果。现在，你就在那边站着就好了，没差，踩到就踩到啊。我还等你走开，我敲你的骨头。啊！干嘛啦？怎么了吗？叫什么啦？我踩到荧光果了，荧光。我说踩到就踩到，不会怎样。很难过啊！叫大声！哎，然而，然而，把你的赃物交出来。啊？你身上有没有龙蛋之类的东西？我开上去看一下。感觉就是会在你身上啊。你说他要打掉龙皮是不是？不是皮啊，蛋。我看一下。小鱼，你快点闪现狼儿，我好需要你哦。骨片放哪里？骨片放哪里？骨片还在我身上。给我。我要去一个尿尿，去啃尿尿。洞穴香蕉也是要做料，也可以做料理用的吗？嗯。哦呀。小块肉直接晒肉干了吗？可以啊。你赶快撑在他旁边。然而，你在这棵树旁边。你在小鱼这边。对。哦，这样子比较快溶干。噩梦乱聊。太感谢球球了，球球一直蹭在我旁边，我看到我叫他去蹭的啦，你不感谢我。然后你身上有没有？你看一下有没有茶叶蛋的东西？没有，没有啊？是我们没有龙蛋的吗？怎么可能会没有？应该会有啊。那会不会是被丢到某个箱子里面去？嗯。可没捡干净啊！那个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一只龙才一颗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是雨伞帽。哎、欸，如果要打怪或是什么，就戴头上可以打。嗯。好了，你可以做自己。不离之臂。没利用价值。
才不是这样子，我怕他一直在那边待着。他搞不好累个，动不了。为什么没有礼物？有礼物？知道，因为我开着灯。出来呀、啊！出来再睡啊！有了。我今天没有断哎、欸，好顺。不要乱立旗哈。那你要不要再去我们打龙的地方去看一下那颗蛋有没有在那边？这找不到哎、欸。你都去检查一下吗？对啊。好啊。没有啊。好。所有箱子都开过了呢。对啊。啊！找到了吗？杀人蜂跑去清掉草蜥蜴耶！哦，所以是可以供养的意思哦。杀人蜂把草蜥蜴咬死了哎！啊，哦，是咬死哦。那边草蜥蜴剩两只哎，那是好还是不好？不好啊！欸、怎么会有长脚的小鹅？小鹅。你是新手，你没有看过他吗？他村王的东西啊。我只有看过大只，没有看过小只。龙蛋怎么会不见呢？对啊。我那天捡到的是那什么皮哦。皮有啊。我是什么鳞片吗？我是放在崔斯特里面去。那崔斯特没有其他东西。那个背包嘞？这个嘞？嗯。嗯？有陨石啦，碎啦！哦哦哦！我先看朋友玩，他们五十几天就有那个了，那个月食的东西了。啊，对吼，你又再去看那个月食？我在看啊，我在看啊，我在看啊。
那我脸真的很黑呢。都运气啊，他还是跟我讲说都是要靠运气啊。还是没有的。嗯，没事，感谢你。嗯，等一下，他龙吟的岩浆，我们围起来之后，基本上以后就只要直接去打他就好。对啊。林安安。多久到？没有，又是没有。为什么这个石墙后面一堆鹅卵石？哪里啦？有个岩浆被包起来。啊，我们那天在打龙吟啊，你忘记了？我是说，怎么会有那么东西掉在石墙里面？那个是史莱姆，里面它会喷一只龙岩史莱姆，它死掉之后变鹅卵石。哦。你昨天被烫死，你还没有？你那天被烫死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你们等一下出海吗？我想在家种田。好，我想说去月岛看看，还没有去过。月岛的话就，比如说出海要准备很多东西，就大量的木头资源啊。主要是那个啦，我们要，要么用滑的出海，要么用人工出海这样子。什么意思？滑的出海，滑的就是人力啊。啊，如果是用风向那些的话，就是借助风力啊。嗯。啊，就一个快一个慢啊，慢的话还可能会滑到把水灌进来，然后让你身体死掉啊。那你会比较倾向哪一种？我没差，我真的没差。大量的木材你已经那个了。我弄了啊。在这裡，我们等一下往下走，走去沼泽那里。啊，准备木材。沼泽那边。对啊。不过我不确定那边有没有啦，知道那边有月食的东西。
布吗？满月哦，浆果糖要多一点吗？没关系，现在应该是够。我也不确定。满月哦，那老巨我们走吧。还是你不在家？我在。走走走，往下嘛。那些带吃的哦。你也要是不是？对，总共四个肉球够吗？好，然后等一下下一蜘蛛这边收东西，地上有。他醒来了。我还是剪花啦，理智啊！啊，你就戴那个啊帽子啊，不是有地上一只蛛网的帽子？啊，对哦，没拿。有，你行嘞，好，喂。不行欸，不行什麼，我睡着了。去睡啊！你说本人要睡着了吗？对。
对啊。我刚重点重到自己睡觉，好可怕啊！等一下睡觉，重完这一块题，奶油松饼，我们要出航啦！我帮你们多做一点食物，给你们出航。我们出航了啦。比如说木头有代购嘛，这样子。什么行啊？儿子安是不是？哭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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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边能够帮到什么？没有。加油，加油！动到会，动到床会，真的会受伤。这边怎么那么多？去踩一下那个手，去踩一下手，你看他的手。我怎么记得他会捣乱？会。稍来点团长的歌。手手也太多了吧？对啊，他会把你的那个什么，船帆给关掉啊，然后船锚给放下来啊，来捣乱。是恶作剧的手手。对。哎呦！有。有。哎，我们是要种蓝蘑菇吗？蓝跟绿都要种了。我拔了一些蓝蘑菇。可以捡漂流的东西。船上可以生火，我不知道哦，这个我就真的不知道了。应该可以石头引火吧？好像到了，不是，是哪里？死海。我们是会死啊？到边界？到边界了吗？好像后受伤了，受伤了，床在受伤了。地球是平的。等一下哦。最小。捡中子，捡中子。那帮你撑会有用吗？哦，我有带伞啊，我头上这就是雨伞帽啊。哦，你头上就是。唔烫哟。哎。什么？对，繁星身上有原木。有什么？一颗原木吗？有啊。OK。你好。到时候晚上再。我一颗原木，我帮我带你去捡那个漂流木。快吃吧。我本来想说换了另外一只角色再来看地图，可是没有。旁边还是那个哦。不知道啊。啊。
哇，这个可以打包哎、欸，等知道从打包走。船吗？嗯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不是啊，我说等一下我们去海上的那个靠岸的时候，那这边这边缺要的话还要再走去上面呢、啊。如果你要走要的话，我们再慢慢滑。我是怕食物不够了。你会喂我吃东西吗？好，你吃了。直接给予吗？也可以啊。喂喂、哦。好。你喂了吗？欸？你没喂我啊。喂食。我做不到，为什么？我不行了。好好，那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你快去睡了。继续吧。加油。所以你在航海的时候，我没办法给你喂食。等一下，前面那个、哦，嗯，呀，大鱼啦！再不行，我就去叫你订阅一个 mod， 他只要打指令就可以换角色了，我气死！我看到这个 mod， 对啊，我想说就是用官方那一件的，只是那个有那个，哎呦，鲨鱼哦，鲨鱼哦，鲨鱼哦！怎么办？他只会恶作剧吧？我记得他不会。妹妹在打他呢。他在打妹妹啦。要打我妹哦。我现在怕的是晚上生活的问题。你拿那个萤火那个啊头灯啊。哦。他妹妹主动去攻击他，万一被咬。还好刚没用，哎呦！你有看到独角鲸？啊！不要，妹妹不要！好了。哇！我们可能会翻船的，我先回到岸上好了。独角鲸是很凶的一个，它是中立生物，它只是你惹到它，它会拿脚去穿破你的那个船锚，船。要再追吗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打打看。哦，没有，那是鲨鱼。啊，我们去左上角看，左上角看再没有就放弃。妹妹，你快死了，妹妹。嗯，对，那什么海带吗？海带？哦，那个好像是鞭子哦。没记错的话，公牛海带，对啊，它是个鞭子，鞭它，
啊，这个我们要把它看成海鸥，公牛海鸥。好啦，就这个了。如果这个左上角再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先撤。去灌帽的。对。你要用那个变身那个无敌哦，还是谁？对啊，用变身无敌，它变成海鸥会比较好探路。我想说，等到有那个传送门之后，就可以变无敌去找。哎、啊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哦，我最近也在看影片，然后看角色介绍什么。哦，对哦。你绞死也太多了吧？那如果我们要去哈林中信捡捡捡捡捡，会有宝藏图。你捡的话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共享地图哎、欸，还是要给我吃？它会显示说一个特殊 NPC 在的位置。我手上有两个瓶中信，那你给我一个。等等等等等，泡沫。哦，在我们家上哦，但是哎、欸、很近哦，在我们家左上角而已。嗯，那个是如果也要解钓鱼任务或什么东西的时候再去吧。啊啊，那边死路对不对？那边里面好危险哦，我们要不要绕一下？不是，我看到里面没有路。好小，等一下。是毛还没收起来，是不是？你帮我收，我收，收。他是不是下去了？你帮我收。气死了，先回去啦。再去背一下。不是啊，因为。他们说月岛会在的位置都是那种地图切起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刚刚不是说我们去那个沼泽地，嗯，你有没有看到那边切起的很漂亮？哦，对，所以我才以为是那边，还是会是在中间？从中间？没有啊，你没看到我们从中间跨上来了吗？啊，旁边都是死海啊。我刚刚一直在看地图那边切起来，不行我们就换无敌啊！来喂你吃的东西呢？知道吗？好。嗯，我先移到。还是你要顺便去看那个？我们去看那个我讲的那个 NPC， 又有瓶中信耶，又有瓶中信。哦，还好没有坐船桨，滑到死。我觉得可能需要靠岸一下，我要回去恢复一下理智。哦。下锚，下锚，下锚，下锚。哦，好了好了。等一下，打包。太远了。太远啦，过不去我们的船啊！啊！完了，完了，都没救了。等一下哦，还有救啦！你砍一下木头吧。我去救他。干嘛？
想干嘛？你先抽一下，对对对。先往回来，往回开呗。干嘛？我再收一下。是不是要把这个给收起来？哦，对。哎，有没有被打开？嗯？哦，所以刚刚应该是被吹走。我说了什么？啊？那只鲨鱼要直接打吗？你吃了？这是干嘛的吗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是船身上的那颗板子。怎么会有这个？我们收这个起来。好了，我们就停在这边。啊，算了，你要回什么理智哦？我要回去回理智啊。我们在这里，啊！我走错，对不起。我只用三层的。对啊，他整艘船就是个屋，也没办法，可惜了。看来这个mod还不够强，我们需要更强的mod。蜘蛛帽回复理智，对啊，就地上那些啊。咪，没有，你可以去做啊。是高脚帽，对啊，这不是蜘蛛帽，就高礼帽啊。哦，高礼帽。海带可以干嘛？也是做料理。海子哦。然而，这边草溪又长出来。等下再进来，你等下开门，现在他在暴动。你知道放在哪里吗？蜂巢左边那个建筑物里，交给你了。靠腰哦！完了，我抓了一只恐怖的大白鲨回来，要乱咬你。你说在地上的吗？
对啊。哎，然后我跟你都吃到屏东县了，要给那，所以我这边还有一个屏东县再给狼儿的。都可以啊，看到小鱼还狼儿都可以。小鱼不在啊，狼儿。这个干嘛？没有啊，他刚我们就讲啊，他会显示一个隐藏的地图，我们省去找他的时间。大白鲨会不会去吃？哎，草蜥蜴抓起来栽种下去变草了。你是抓到草啦？是吗？你一定抓到草啦！原来那天就是你呀、啊！我们那天就在找说到底是谁抓了一大堆草在箱子里面。可是我那时候很确定那个草蜥蜴在。没有，我那时候抓的草蜥蜴都没变过草，不要骗我。我还开台抓给大家看呢、欸。压掉啊！因为你他会乱跑嘛，你往那边点，你就会打包。打包之后，你一定会把草给打包走，因为草不会动。真的啦！等一下，我就想办法种回去。那不好种，你就是随便的啦。因为它间隔有点宽，对不对？你把草包起来，种不回去了吧？可木包，好、哦，八块肉，然后木头带一带。这样你要出发了是不是？还是要换我装那个 mod 去找？要装 mod 的话，等于说要再断掉一次、啊。对啊，你有小丑开。然后还说还有什么地图分享是不是？不用啊，那个是做那个啦，地图做直接是内建的东西，你做出来之后可以大家一起看。我记得是这样。Yeah。所以你要什么帽子？你做了吗？哦，你做了。
哦，什么声音？你太黑了，你太黑了，差点被人家扒。太知道在直播，他玩日麻，反正下午一点就在玩了，我那边一点等半天，都还没直播，我快气死了，等超久的。你也要去？没有，是要看的，对不对？要看的，不然在旁边嘴。平常都是你被嘴，现在你终于可以嘴了，对吧？真的可以嘴了。好好，好好，你也可以嘴啊？哪有啊？哎、欸，拜托，你是被我呛，但是你还不是照样呛其他人，对不对？你呛你朋友啊？呛你室友？哎，那是朋友。对啊，啊，我跟你不是朋友，我的天啊，哇，哇哇，就是你还是花钱跟我做朋友好了，我觉得对你很客气了，有没有？都是朋友，都是朋友，不是朋友，不是朋友。然后等下断掉一下哦，哦很猛。然而，有我听到。好，所以现在可以啊。我，你知道那个哪个 mod 吗？我不确定。我找一下。输入指令的是不是？我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是记得今天有看到过。我找给你，我记得我还留着。哦，这个你顺便订阅，不然每次要放东西，有时候找不到位置。不是，live， 这是你手上有相对应的东西，箱子就会反成绿色的。哦，对 ，why？然后你看你有没有想要路灯模组。哎、欸，你没有订阅吗？为什么？嗯、我有啊，应该是搜寻不到家最爱的这个，可以再订阅一次哦。不然家里太黑，我还是有点。然后我找到了，有吗？应该是这个吧。这个，嗯哼哼，他好像是我看的。对对对对，这个，这个就是可以原地复活。对对对，原地复活什么的。没错没错没错，当时就是舌头在用的，就是用一直叫我用这个。已经受不了了哈。受不了啦！我的图脸太黑了。重生并掉落物品，重生换角色，对啊，就是你一重生，东西都掉地上。可是我不确定这个方法地图还会不会供，还不会存在，因为以前玩的话，就是你一重生，你开过地图，通通都不见了。那个你说地图共享的嘞？我们现在是共享啊。你说制图桌啦，那制图都是内建的。哦。就是道具做出来的，对。如果你重生的话，那应该没差。就是试图说那边只要有人，地图还在的话，应该就没问题。对啊，就是请人家那个啊，做给你就掉就好了。但比较白痴是那种学过的那个啦，像比如说护目镜哈，我们当时就是护目镜。学过之后、按下去见了就没了，所以没关系，看他们有没有更新什么的，反正就先去找嘛。好、啊，就这几个先打开咯。对。啊，怎么那么多在刷我留言？地球是假的。
哦，游戏要，游戏要重开，对，就你漏一下就好。Fight！哎，为什么没有 fight？我们连懒懒也换头贴了啦，白痴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为什么 Find 跟我刚刚订阅的东西好像不大一样？哪一个 ？Wizard？ 那它就一个放大镜而已是不是。对，好。看一下还什么东西没开到哈。一拳超人没开到好，再连接，然后祈祷中了，有了，好，加那个，嗯，啊，等一下，我先跑出哦。他刚刚突然间给我讲话，讲一大堆字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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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从生病掉落，更换角色。路灯要怎么？电池？算好做的啊。金控提灯哦。哎、欸，草溪怎么跑出来了？啊，墙又爆了。哎、欸，通箱呢？啊？我在这里。我去抓草溪。冷却时间。复活之靠北，我当机了啊？为什么？是谁？哦，终于抓到了！什么？这谁？有不认识的进来吗？果蝇王啊？果蝇王。啊！他种的植物长出果蝇王啦，白痴哦、喔！果蝇王，对，啊是啊，干嘛？不是，干嘛？还是要到那个门那边去、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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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？附录。
同生病掉落物品。CD 时间哦，白痴哦。CD 时间？对，你刚刚重开了，还有 CD 时间。所谓 CD 时间的意思是多久？刚刚写152秒吧，等一下哦。对啊，有秒数，现在127秒。没事，那我们来打果蝇王吧，下来下来下来，这是，还是打包就好。打包啦，要打喽，小妹妹出来。在哪？好友果蝇果是这个吧？哦，这个才是好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怎么办？我查一下，去揣揣看，那搞不好小鱼就会更想玩这款游戏。好友果蝇果。一个伺服器只有一颗，每20秒重新。有善果蝇果，有善果蝇果。啊！不知道怎么弄。你现在变成皇后的本体。什么声音？能听到吗？狗狗？没有啊。狗狗声音吗？不是。有没有听到？嗯嗯。我是听到可爱的声音哦。对啊。我这不是狗狗的声音哦。不是啊，等一下，家里附近哎、欸，什么声音？这只哦，啊，我白痴啊！你们看到这只在睡觉，桌子后面，桌子后面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把它推出来，那是它的声音哦。啊，不会就跟切斯特一样吧？就丢这边。他应该是在果蝇，他可以跟植物聊天，然后对对对对，就是他。哎呀，他动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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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人聊天了，好有趣哦！啦啦啦啦啦。啊，跟小鱼讲一下。开礼物喽！好啦，我要重生喽！拜拜拜！哭啊，没复制到。Reset。阿门。我要玩哪只嘞？无敌。白痴哦、喔！选错了吗？
欸，地图还在、欸。不是地图还在，是我自己探过的地图会在，但是，哎、欸，猪狗来了，过来了，安妮多嘞，白痴啊，刚复活哎、欸。我看到一个你是光着屁股在走来走去的概念吗？全身裸装啊，哎哎哎哎，离家里远一点哦，那果蝇没有就没有了哦。没有，我们在狗牙陷阱这边啊，只是我刚不小心被冰狗给冰到而已。嗯，我没有狗哎、欸。结束。小宠物很开心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冰狗来、欸。要说我没有任何一只狗过来。新手光环。太爽了。太爽你哦。离家太远了啦！你有装那个吗？传送告示牌吗？没有。好，你最近过来了，跑超久的哎、欸，跑到晚上了哎、欸。所以他是从哪边过来？我们可以把那个门给打包吗？哎、欸，好啊。嗯。所以那个门在哪里？就你看那个两个圈圈，那个就是了。啊，两个圈圈、嗯、啊。你会看到那个地图上有个圈圈，白色圈圈，哎、欸，还有种子，快点，我需要种子。种子我手上没有，我帮你去找。哎、欸，上面这边有种子，这边有种子，有啊。我那瓜瓜，嘿，捡到了。干、啊，有11个种子，天哪、啊！你在干嘛？不跟我说？还是你没开麦？嗯，我刚说我有十一个、啊，你没有讲话、啊。嗯地上还有他放的。没有，因为我做这个需要三个种子。白色圈圈，我们那时候位置是在哪里？你看我画面，你看我时空画面。嘿，你在看。我们家往右边会过一个干草，干草这边一个螺旋圈圈。OK， 好。嗯。哦，看到白色圈圈。好了，我吃了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我看不到那个了啦。那路在哪里？他不是说可以夜视吗？我夜视啊，但是我那个瓶中信的效果不见了。跟我讲一下，这边吗？我这个位置吗 ？No， 你现在往你的八点钟方向飞。八。嘿。这里。对。是假的。嘿、hey.。好嘞，先直直飞你偏离的会跟你讲。不是，你不要忙。到了吗？我怎么记得不是在这里啊？还没。我们家的左上不是吗？那时候在看的时候。没有、啊、那时候你会不会是偏的、啊、都有动过画面、喔。偏的这里啊、喔、我走对了、喔。对，你走对，然后。好，现在往你的九点钟方向飞。
我其实是用走的。到了。哦，到了。欸、这里不是月岛。U。这边那边是什么？这边之后，这边之后再讲。哇，我应该再多带几个肉的。没去打包了。你这边会不会被鲨鱼给吃掉？不会啊，我这次跑超真的是超级世界快的。那只鲨鱼会做预判？没有预判，不是，这它已经跟不上我了。小鱼到时候晚上听到这声音，会不会说是什么声音这样子？什么声音？就是那个、啊、小口音，对对，小口音的哎哎叫。我把我截图给他看，我说聊天果蝇出现了。我信天翁。我谢天翁，等下就是我会死在海上，然后被冲回家。哦，豚虎，反正你那只角色就是，先不要用那个。mod 登出，等那个我们有那个石头都在，你才能这样子，不然、欸、也可以啊，反正就是要吃过那个土。不然我现在这张地图其实很奇怪，我好像就只看到今天探过的地图，以前看得过的没有了。哦，我死了。大了，为什么我血量惩罚？我的天啊！因为你不乖，好像是你要带死，马上被狗攻。啊、所以你选好了吗？你包好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我现在才走过去而已。好，真的有够远呢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拿手杖了，还可以走这么……可以包吗、啊、？Pick。No， 你去看看。I can pick it。不能，嘿，好吧，手杖先给你过去吗？不用啊，我不用、啊，不能就算啦。为什么植物人会怕水？怕水？我现在就是雨量过高啊。哦，但是我好像不会扣你，没事没事。那不对吧？植物人遇到下雨的话，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。我要剪掉的洞。哦，对吼，接下来你要吃的是烂食物。没有，我可以吃正常食物啊。我回血要靠那个啊，大便肥料。冰块要挖一挖吗？不用，我们冰箱不会坏，所以冰块放很多了。
有没有胖胖的月食啊？好像也没有陨石打下来的痕迹呢。嗯。啊、这地图真是爆干黑。哦，对，我所有配方都要重做了。所有配方都要重做。对，就是等于是你是开支新角色了。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换回那个妹妹那一只的话，也没用。哦，对啊。捡起丝，有好果蝇果，所以说有好果蝇果还可以再有。嗯，他就是要打掉那个果蝇王。啊你，你没有开那个、喔？拿什么道具会显示的东西？哎、欸，我刚好开啊。哎、欸，莫非是伺服端？可我刚刚是个人端的东西耶，是个人端的、啊，伺服端的我没看，我、哦、那个他是个人端的话，我应该看得到啊，还是只仅限房子？我的天，有可能。可我刚刚在重新开启的时候，我有开启那个 find 啊，还是我又不小心压回去了，那就好凶。怎么都变小树枝了、啊、木头在这里。哎，震了一下。为什么地上有荧光果？我要把它弄烂的。哦，你要把它弄 ，OK， 好。
那你可以直接吃肥料吗？可以啊。啊，这样子我不想玩这只了。哎，等等，等月亮，对吧？等等陨石。我可以吃荧光果哎，但没有任何用哎。那我打不到大象，可恶！你没有带那个哦，罚站了。没有，可恶。硬回家，然后拿法杖打。没有，我打到了。这样讲话，打包袋并不是万能。嗯，我们需要更强的打包袋。
我去采收这个田会被攻击啊？攻击什么？你采收什么田？我看不到你在哪里。就小鱼种的那个。哦，你是被火烫到吧？因为小鱼每次都是要被火烫到。我采收的时候，它就有一堆藤蔓绕一圈的。诶、哦，变好多。就像现在这样。繁星也没有看到。哎、欸，这小狗你在追我？你在抢他工作是不是啊？我没有打他，在打我。我说你在抢他工作是不是？又不是说你打他。我只是采收一个看看而已。白痴哦，果蝇会咬人哦。嗯，我也被咬了。你冲啥小？我直接断开连接。所以太紧了吧？是友善小果蝇吗？还是另外一个？他就叫果蝇啊，应该不是友善小果蝇哎、欸，是吧？是友善吧？没有、啊，不是不是友善小果蝇，它的腹部比较大。它冰起来。繁星往这边走吗？啊？哎、欸，你看它冰起来了，它冰起来。对啊。打包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它就是友善小果蝇啊。这边果蝇不见了、啊，要耕地了啊。诶、欸，对不对？那放出来吗？是因为都是没有放出来啊。哎，白痴哦、喔！等不不不，有上小果蝇还在。然后没事了，你可以进来了。那个是凶残的果蝇。那、啊、刚刚，所以这个是这个果蝇是要打掉的，是不是？还是放到蜜蜂区，它会咬。来观察观察。狗牙会咬得到它吗？狗牙陷阱。不知道哎、欸。试试看。繁星被咬是不是因为是植物？不是啊，狼刚刚也被咬啊。可是他不理我，他
他还怕我。欸，我后面有花了，走过去的东西都会自动开花。欸，他不理我了，你去。你看我，你看我。哦，这是你的帕利口效果。就是我好像施肥成功的话，还是怎样的话，就会有这个效果。冰箱前面好多花。嗯。欸，旁边就有浮木。我做回理智的食物，缺理智可以直接吃。缺理智不是找你吗？吃这个比较快，要一吃一次回五十。这缺理智的狼儿，狼儿战壕，球球不要乱跑。看大便这么缺德吗？给鸟吃种子不就好了？鸟吃种子会掉大便啊？我知道大便不是鸟屎哦。哦，好吧。可能就是大量浆果吧。因为猪人吃蔬菜会拉屎啊。蜘蛛也太多了。哪里？蜘蛛草的蜘蛛啊。我们下面吗？对啊，没有妹妹了。来来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看我。等我一下，我要先去那个补一下头灯。哇，晚上了，我的灯没了哈。好，我看我身边有那个爆炸效果。为什么你会啪叽啪叽的？你看，因为我身上有穿板甲。哦，是你那一件的东西吗？那个装备。回去吗？好，先剪。
我还是换掉好了。这只目前不能玩。我这样子东西读不到的话，会很想哭。在钓鱼哦、喔，哦，你在做鱼糕哦、喔。你要把一个水池打包在家里啊？我原本要这样问啊，可是我后来想到会出青蛙就算了。你就旁边放那个啊，陷阱啊。所以你要换角色了吗？我再换一次。你手上有杖吗？有，我就带过来直接换的。这是学聪明。因为好像那个用正常模式换的话，有次数限定的样子。你说用那个月食的那个换的话，嗯，先换回妹妹好了，先把蜘蛛那个清一清。妹妹呀、啊。对啊，东西也都是忘记的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可疑的那个痕迹是有脚掌的样子。有啊，一开始有教你怎么看啊。我们那时候不是有三个圈圈？你那时候讲什么米奇在哪里？就是跟着那个方向走啊。就想池塘要放家里那边啊，池塘哦，要放家里。我是说离家里近一点没关系，要放家里。还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狼牙陷阱，那狗牙陷阱那附近。狗牙陷阱是消耗品哦，你要想 哦，是啊、哦，它不是无限的哎，它一个狗牙只能用十次。那我放火树丛上面了。嗯？为什么不能放？欸，你们可以帮我放吗？姐妹骨灰罐我放不进去。哇！欸，我被警告了，为什么？警告什么？不是你该用的吗？导致错误。你断了，宕机了吗？对，真的。哇！
有问题，恐怖。我帮你开骨灰罐之后就就断了，我也断了。哇，不尊重死者吗？啊、好啦，不然先这样好了，先中场休息呗，晚上看怎样再说了。好。好啦，今晚先到这边啦，晚上还会再开，先去吃饭休息一下，那晚点再见啦，各位晚安咯，各位宝宝。